表弟，啥子？大家同心，大家午安。今天是首先啦，甲大家恭喜啦。因为大家已经在这三天里面了解我们台湾的正确的地位，我们现在就是要跟大家看图，说故事啦。怎么叫做看图说故事？这都是正确的。那一般在大学里面，研究所里面，在写论文，说的话都要引注啦，这样你才是说你说的话是正确的。所以说，如果要让大家了解，咱秘书长给咱交代的，我给做一个比较简单的30分钟，把它浓缩了，看图说故事，让大家更加清楚一点，我们现在，要来看说我们上头啦，要来介绍说台湾早期啦是这满清时代的做地图，这个图咱看起来是不是一个台湾地图？不行哦，是怎么不行？那个糖呢？因为咱后山啦、内山甲后山，拢是啥物？拢是高山族的自治区啦、自治区啦。伫满清的时代啦，伊是台湾是伊的土质地，唔是。不可分割的领土啦，所以说那个时候咱大家要了解这个观念，因为是怎样要跟大家讲好清楚。有的在想说第一次世界大战，就日本，打输，因为想法说，这样我们台湾给我们骗说共和了，这段大家一定要知道，给我们的亲戚朋友50说得清楚，这样他们会了解，不然我很火的啦，是怎样秘书长有跟我们说中国不那么傻要来打台湾啦，是安怎？伊拍到根本哪件拍赢，是向等于世界宣布，战争嘛？爱拍赢有法度好提起无？无法度嘛，因为台湾就是，咱日本，天皇的不可分割的领土啦，咱所以讲，迄阵啊，这个台湾啊，甲清朝来讲啊，因唔是不可分割的领土，伊迄阵啊才开发，咱伫1683年这个岛啊，伊才开发这个部分尔，咱台湾府，甲这个诸罗关。这咱台南关、凤山关，
安尼念念啦。安尼大家有清楚无？啊，过来，迄阵啊的时阵，这什么色的？台湾这什么色的？这红色的嘛，啊，这是啥？日本嘛，啊，这是啥？迄阵啊，我予大家了解啊，的地图啊，迄、那个啊，所看清楚。咱即摆要阁讲，这是安怎伊会变红色的？满清的时代，伫1985年4月17日，啊，清朝的皇帝甲日本的天皇来签这个马关条约，日本叫做下关条约。哦，啊，伊遮有讲第二条，有咧讲啥？永久让于日本啊，这个因为两个人签的，就是让于日本天皇啦。因为日本天皇啊代表啊所签的，所以咱会了解，这咱也会使讲伊的范围啊，讲甲足清楚。这个范围就是包括啥？那个南海嘛，咱迄阵啊讲南沙啦，啊西沙啦，新南群岛啊诸岛吼，这都是历史上的记录，拢袂使伪造你啦，讲假吼，所以这嘛大家爱了解，甲咱的亲友讲个清楚，啊这你看。大清皇帝甲日本哦，伊只个签的人，拢啊，有个啊代表这大日本帝国，这拢献祭啦，吼、哦！皇帝甲天皇所签的啊，叫做《马关条约》《下关条约》的中文版的，咱今晚要个。过来讲到讲，这个时间点啊，足重要，大家爱记起来。咱伫会计制度内底，老讲到啊，这个时间4月7日甲第二年啊3月31日是日本的会计制度啦，伊个时间。所以讲，在1945年4月7日，日本天皇宣布啊，日本啊，台湾啊，实施啊，明治宪法，吼、哦、啊，和台湾有参观啊，参政权哦，参政权甲参战权，啊，台湾迄个时阵啊，对个永久不可分割的。啊，归纳他的啊，日本天皇的领土。啊，当时啦，咱台湾因有参政权，所以迄阵啊有3个啊众议员呐、啊，去日本东京参加因的国会。哦，啊，这个就是咱一定爱甲大家讲好清楚。啊，那台湾成为日本吼，诶，迄个叫做大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啊，什么人有法度进去无？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讲，这呐爱啊，互大家知影。啊，即马各国讲到倒来，第一次世界大战，啊，都一国来打台湾。美国来打台湾，哦，啊，这伊咧轰炸时的战地，啊，过来，咱过来，1945年8月7日，啊，咱伫啊
日本啊，啊，美国向日本伫这个啊，美利教的底下投这个原啊原子炸弹，啊，投落啊，这底下啊，广岛里面投下去，啊个啊，佫过来佫长期佫投一粒，啊，所以讲日本天皇讲，我若唔投降啦，可能甲你一个所在甲你投一粒，我看。日本的民族拢灭掉，惊到啦，所以讲无条件的投降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可能我大家会清楚。即马过来看讲，伫九月初二投降了，九月初二啊，美国啊，杜鲁门啊，这个总统啦、啊，啊，咱啊，命令麦克说下。第一号的啊，一般命令第一号啦，叫将啊，那个草，那讲一般讲叫草头啦啊，蒋介石啊啊代表年轻在台北啊接受日军的投降啊，这个咱接收的时啊，甲伫这个十月二五啊，伊讲这个是啥？讲咱台湾光复节啦，吼、哦。还佫也袂签啊，也袂签署的时啊，因为对啊，对日本啊合约也袂签以前啊，伫1946年啦，一月十二宣布啊，本土台湾人集体啊集体规划为这个中华民国国籍，所以讲这拢是违法，因为迄个时阵，我啊无甲讲啊，啊我迄阵啊。我叫阮爸爸讲我倒上，叫阮妈妈讲较正，诶，安奈甲讲我是啊中国人，那照咱的法律，我迄阵啊是啊日本人，你爱嫌我同意啊，这拢违反世界啊人权的规定，所以。美国、英国有连续三届表示抗议，啊，这无承认。吼、哦，啊，头拄啊，啊，大家我有看到迄、那个啊抗议的文件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就是咱会看出来，伊来接受投降，伊的这个相片啦。就是这是啥？苏联的国旗，大家唔知道有看到无？这是啥物旗啊？苏联的国旗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个是美国的，啊，这个是车轮牌的吼、哦，啊，过来是英国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伫这咧举行，啊，这都是事实的，这拢事实的。的记录，过来，咱看到这支什么旗啊？美国国旗嘛。啊，咱啊，教务长定咧咧伊所创的一个新的名词，讲打败仗的战胜国啦，就是啥？讲是啊，这个俄罗斯啦，哦，流亡政府啦，哈、哦，啊。但了解安尼了后，伫2004年十月二五，啊，这个大家我足清楚，啊，秘书长也讲到吼，啊，大家搁回忆一下，这个就是啊，美国国务卿鲍威尔，啊，他是一个将军，吼、哦，他伊甲咱讲，咱唔是主权独立的。国家，过来，咱啊，林志祥博士带领228人来抗告这个美国，啊，伫华盛顿 D.C. 地方法院，伫4月7日啦，抗告了啊，不啊，2006年10月24日抗告了后，先后
十几个啊，公房伫法院内底啊，我开足侪钱咧。伫这个所在，我若要来感谢咱啊，迄、那个农民党的张主席啊。迄、那个时阵，甲现在的现象应该是相差，连过赢过未赢都唔知啊，无钱大拢无钱啦。伊讲摕150万，讲予咱秘书长讲起较高啦。大家甲鼓掌一下好无？足甘心，真正。天佑台湾，有这款人，现过都还未过来，哪有讲会可能要去告美国总统啊？咱这的台湾人民要去告美国总统，爱开遐侪钱，咱啊农民党的主席，伊愿意摕150万银出来讲，好去甲告，啊告了安怎再搁告，足甘心。咱好利加在天佑台湾啊！2009年4月7号，美国的高等法院的裁判啦，这大家应该拢清楚嘛吼。第一点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啊。第二点啊，无啊，咱台湾的政府啦，伫世界无成哦，无啊。国际承认的政府啦，啊，过来人民要生活伫这个政治联合，啊，这个政治联合就是，因根本咱无国籍，搁要来叫讲一定爱去做兵，有诶无做兵，搁安怎？搁爱判刑咧，啊，因遐高官的囝。有去做兵哦，安尼敢唔公道？实在，咱流氓政府是咧啊，侮辱咱啊本土台湾人，也拢伫政治的联合里面吼内底吼啊，乌白甲你舞，因安怎就安怎讲。法院是阮开的啦，你要安怎？含现代这个啊林义士的这个做啥案件，咱也看会得出来。啊，都法院都唔甲你正式立办啦。啊，这历史上也有记载啊。好，啊，咱过来，所以讲过来，咱讲台湾，吼。那是属于美军的啊占领啊，咱因为伫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，美军是啊，迄、那个最啊，我们是只要占领全国，美国的行政单位啊，爱主动协助咱本土台湾人。哦，这个确定了后，咱再来看讲啊。美国行政单位邀请咱啊，2010年7月7日啊，来伫华盛顿 D.C. 设一个办事处，啊，佮9月7日协助咱啊，伫啊华盛顿啊 D.C. 的世界啊，我们世纪酒店啊，来举办啊这个啊庆祝酒会。迄阵啊，来参加的人有180人，咱民政府啊各方面啊的代表啦，其他都80个啦。啊，美国相关的单位拢有参加。哦，美国国务院、国防部、司法部、美国安全局、甲中央啊情报局，美国的四大家族，然后派人来。所以讲，这是我一个很隆重的啊酒会，啊，这拢是美国给咱安排的，
啊，像安尼，应该本土台湾人看到这個，应该等于是100%。美国已经确认啊，台湾就是啊，咱台湾民政府免讲伊发一个做啥证件啦，写讲，因为台独的一些啊前辈啊，伊安尼讲，伊讲美国有啥物文件给你无？啊，有啥物字给你无？干那讲要看讲啊，美国签一个文件讲啊，我支持台湾民政府哦，来承认台湾民政府。啊，根本这都是足清楚的呀！啊，足清楚的。啊，咱来看这张，啊，这个足清楚呀。伊讲啊，这照片无真实啦。咱第三届啊，有请啊，我到这卖讲啦吼，请一个咱啊，我伫美国发拍，啊，佮转来，我做足大个民政府个官员来演讲。伊刚讲咧，偷看有美国政府有写一个文，互你讲啊，恁来遮设一个啊民政府无，还是讲承认你无？啊，讲这相片好看，伊讲这相片无尊重。啊，过来，这两张也甲讲，都咱。在召会时，啊，交予咱讲啊，你这互交当个啊，咱秘书长，咱秘书长看到就会知影，啊，确实秘书长啊研究出来，讲美国占领嘛，啊，咱这边的土地所有权是住伫这内底人啦。啊，所以讲，咱原煞知影了后，咱原煞是要办一个世界的要做啥啊？民政府的大会要到桃啊，要到啊，咱这个桃园啊，啊，林口这个啊体育馆，甲尾啊，美国甲咱讲啊，恁去啊参拜啊，咱啊咱桂林呐、啊。咱也做靖国神社啊，叫咱去来遮啦。啊，咱有去，我足轰动嘞。但是啦，台湾的报纸拢点字字啦。李登辉总统啊，因几个啊去拜，转来我闹甲足大嘞。啊，咱。150去，转来讲点字字，连那敢无发生的代志同款。啊，过来，这那是，予咱料想不到的。咱民政府这个局啊，这个局啊，用几尾甲啊，咱迄这个皇宫啊，伊。在那裡他在拿手在跟我們說在跟這樣表示說、啊、他知道他已經承認了說、啊、我們這個機器進來裡去，因為當時啦有兩個關卡要進去啊，足秀的是有兩個關卡，第一個關卡要進去的時啊，上頭在那個停車場遐就讲，恁拢袂使炸啥物入去，啥物机啊，啥物啊，拢袂使炸。啊，第一个关卡伫遐咧检查，所以咱也袂甲第一个关卡的时啊，啊，皇宫内底通知啊，讲咱这个机啊，会使予咱入去啦。啊，我咧想吼，是毋是？当然，咱有用。关系各种关系，前一礼拜前，咱就这个资料有送哦，天王啊！啊，要入去迄天，
前一天，咱若有去迄个现场去小啊，去模拟一下，去看卖一下。啊，我家婆炸一本，咱迄个叫做啊，这个宣传册啦，咱要入去天王宣传册。咱落车的时，遐一个警卫，我迄本也提送予警卫，啊，互伊看到是毋是？伊认为讲，哎呦，啊，这明仔载都要来啊，凡事可能情报内底伊有冇入去啊？啥？啊，我的想法，吼，所以讲，甲大家讲，大家拢爱加薄啦，啊，爱加薄。啊，秘书长甲咱讲。大家有法度好去啊，好去那爱这个人，那爱这个人，拜托，会使要转的啊，接替哦。你爱偌济啊，但是你一定爱替转的，爱去送予每一个人。无来遮受训的人，加鼓吹。啊，我那啊家婆啊，我有印这啦。哦，啊这那会使提分啦。哦，啊拄啊春节吼，啊大家提几张啊，我拢这就是讲啊，这个是申请咱身份证的。啊，这个是要互讲，互因了解咱民政府啊，要互因。鼓吹来较少年的、较有专业的来遮受训。哦，啊，这是啊补充吼。啊，咱去了后，日本政坛，因讲我定来讲啊，因头大地动啦，因才了解讲哦，遐好哦，啊，这个台湾是日本天皇的哦，啊。在这个啊，山谷啊 ，Erico 这个参议员啊，在执行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，因4月11，因啊日本啊，这个得到这个事件啦，因啊提出来，来积极的啊，来争取啊，有这个啊应啊，就是迄个应应的小组，要来对得到这个事件来处理。啊，最近连续有这个问题发生哦，啊，这啊，伊讲要买钓鱼台啦，好、哦，啊，这好大家知影。啊，伊在日本咧办，以前啊，因个国会议员啊，无遐好打啦，起码40个讲联合吧，讲，中国你咧干涉我们的内政。好、哦，啊，阮和啊，这个叫做啊，咱这个啊，维亚族这个啊，勒比亚、啊、来加开大会啊，啊，因即马才知影，慢慢啊咧抬头哈、哦，日本的精神慢慢啊出来，啊，佮这个5月14。因那个三国的啊高峰会议啦，高峰会议啦，这个温家宝讲啥？讲因的核心利益啊啦，啊，日本的首相讲啥？讲因的固有领土啊啦，啊，所以大家我也清楚，啊，过来，流氓政府讲，因啊要来。做民政府啊啦，因要用这个旗啊啦，伊甲啊美国讲，阮也要来设一个民政府，啊，阮要用这个旗啊，啊，但是伊无了解战争法啦，流亡啊不得就地合法，因为李登辉就一概想要就地合法，伊要甲毁什么毁神。他、啊、就成立一个国家嘛，美国讲袂使哩，今嘛那是要动身的嘞。好、哦，这个啊，情形吼、哦、啊，
南海争端希拉蕊讲爱遵守国际规范，啊，这大家拢知影，啊，这那是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啊，吼、哦，予大家看者。伊若讲啊，奥巴马讲，这个依照国啊国际化和平解决啊南中国海的啊争议啦，吼、哦，啊最近吼、哦、七月七七，因这拢讲固有的领土啊啦。啊，个来看七月七七啊，这个安怎？这大家知影无？咱遮的保卫的迄个做啥？迄个，咱外防的讲派五台船只，讲驶去这个钓鱼台附近啊。啊，到尾来讲抓这个鱼也出来，啊，所以讲真正。所以讲，中国军啊，国军、共军就是中国军啊，这都很明显了嘛。好、哦，啊，过来，这里、个，因为四月七日，啊，伊这个报道啦，咱详细甲看，即家只详细看，因就是安怎，因讲要变医生啦。要来安怎？要来向这个啊来，咱来看哦。伊这个讲要变医生啦，要来买这个要做啥？租借这个钓鱼台啦，吼、哦，因要变医生来啊，租借钓鱼台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就是讲现在的因的国防部长啦，哦啊，这个是因的外长啦，拢换人。好、哦，这里、个、最好大家参考看。好、哦，伊讲表面上是从现有的国家来租借变成国有，哎啊，大家去思考啦。现有的国家是要甲美国，还是拜托伊讲来甲民政互助？好、哦，这大家去思考哈。哦伊这安尼报道吼，啊，即马咱讲到遮，拜托两点，啊，有需要的啊，来提这个啊，这个啊宣传单啊，甲这个申请身份证的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啦，那报告到遮啊，感谢大家。那今日。今天下课。